小鱼说让我们彼此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冷静。那我岂不是有机会了？说什么呢你？出于公平竞争的关系，我会等你跟小鱼的恋爱关系解除之后再追求她。小鱼最近对我总是忽冷忽热的。你喜欢小鱼什么呀？他喜欢性格开朗、活泼又自信。他喜欢的应该是吃了人设的我吧。少吃一点，才能有更多的时间，更多的精力陪小鱼。所以我决定。拜拜了，我的小伙伴们。他应该一直都在吃人设吧？我喜欢的是人设加持的他，还是本来的他呢？